跟着沈师兄每天打卡八段锦。2023年12月14日，健身气功八段锦，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意守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下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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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托，左右开弓四射雕，搭腕开弓，并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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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腕开弓，调理脾胃虚丹举，上举，下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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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举，五劳七伤往后瞧，起身后桥。
身后桥转正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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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后桥摇头摆尾去辛苦上坡下岸右倾左旋摇头摆尾左倾右旋摇头摆尾右倾左旋摇头摆尾左倾右旋摇头摆尾右倾左旋摇头摆尾左倾右旋摇头摆尾上举两手攀足固肾腰上举下按反穿摩运攀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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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举攒拳怒目增气力抱拳攒拳怒目抓握回收攒拳怒目
抓握，回收，攒拳怒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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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握，背后七颠百病消，体肿颠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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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肿收拾，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沉丹田。关注太极沈师兄，每天打卡八段锦。